Welcome to TEQ, a video lesson series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This series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window into the classroom for teachers i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see how theory, enthusiasm, and questions work together for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ow let's go for TEQ. Hello everyone, I'm Miss E. It's time for the TEQ Online Edition. Today, I will share with you an online language and culture activity call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is video was taken from Miss Huang's Chinese class at Wildwood School in California. The student in the video was doing remote learning with the teacher. In this video, you will see how the teacher guided the student to learn abou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You will also see how the teacher used Nearpod to engage the student in various speaking and writing tasks to advance her language proficiency. Let's go to the video. 你好,今天我们的学习目标是我们学了中秋节的故事以后,你要会说一说中秋节这个故事里主要的内容,提到的食物、日期、习俗,你会用自己的话来 重新说一遍中秋节这个故事，按照时间顺序来复述一下。好，第一个问题是中秋节的故事说了什么？请你选一下。中秋节的故事说了后羿射了九个太阳，嫦娥吃了不老药。 后羿飞到了月亮上，还是嫦娥飞到了月亮上？后羿射了九个太阳，很好。嫦娥吃了不老药，嫦娥飞到了月亮上。对，非常好。好，这是中秋节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说了哪些东西？ 这个故事说了哪些东西？说了太阳、月亮、月饼、不老药。有太阳、月饼、不老药。哎，很好。所以这些东西都说了。嗯哼。好，你还记得这个传说里有两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吗？所以你可以 打汉字，或者你不知道汉字，也可以打拼音。嫦娥和后羿。对，嫦娥和后羿。好。那么，故事的前面说后羿为什么会得到不老药？为什么？因为他射了九个太阳。 哎，对，非常好，因为他射了九个太阳，不是因为他帮别人种树。那么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嫦娥为什么吃了不老药？因为有人要偷不老药。对，很好，因为有人要偷不老药，好吗？好，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那么这个故事的最后， 后羿做了什么来纪念嫦娥？你把这个东西写一下汉字。好，你可以说一下他。后羿做了什么来纪念嫦娥？他吃月饼。对，他做了月饼，他吃了月饼。好，我看到了这个月饼这个字，很好。 好，那么我们已经说了这整个故事，下面我们就要做，你会看到，我来切换到学生的视频，你会看到有五六个句子是这个故事的，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排这个顺序，好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第一个句子你可以读一下吗？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 哎，对，第三个是，因为天气很热，所以猴子
吃了九个太阳。好，然后是哪一个句子？作为奖励，日地给了猴与捕老药。好，然后呢？嫦娥吃了捕老药，以后嫦娥，飞到了月亮上。哎，对，非常好，好，所以是这个是这个故事的顺序，你懂吗？我懂。你懂，对，你都做对了。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最后想一下中秋节的传统是什么，好吗？请把你看到的图和正确的传统配对一下，配对。中国人赏月。嗯。Is the photo of the moon? 对。中国人加一起吃团圆饭。团圆饭。Is the photo with the family? 好。And then 中国人吃月饼是 the photo with the mooncake. 哎，对，很好。请你打字说说这个中秋节的故事，好吗？用你自己的话说。好，我们先说第一个句子。很久以前有什么？请你把这个句子打出来。有十个太阳。哎，对，非常好，这是第一个句子。好，第二个句子你可以打出来。后羿座十个九个太阳。对，非常好。好，那玉帝给了后羿，儿子给了后羿，不老药。哎，对，玉帝给了后羿不老药。好，后羿的妻子是嫦娥。对，很好。嫦娥她做了什么？后羿的妻子嫦娥她吃了不老药。嗯，最后她怎么样？最后她飞到了月亮上。哎，对，非常好。最后她飞到了月亮上。好，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月饼是圆圆的？你可以告诉我。月饼圆圆的是什么意思？How do you say completeness? 圆满。圆满。圆饼圆圆的意思是圆满。哎，对，非常好。好，这个就是中秋节的故事和练习。你有问题吗？我没有。好，你没有问题。我们的学习目标是，我们说了中秋节的一些基本元素，日期、食物和传统，你现在也可以复述这个中秋节的故事，根据时间的顺序。现在我们要来比较一下中秋节和感恩节的异同。中秋节和感恩节一样的地方，他们是在什么季节？他们都有一个传统。好，第一个，请你做一下这两个问题。中秋节和感恩节都在什么季节？秋天。对，秋天。中秋节和感恩节都有一个什么传统？所以你选哪一个？家人们一起回家吃饭。哎，对，非常好。他们两个节日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从日期、吃的东西、谁、传统、孩子们做什么和庆祝的国家来说。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录音，说一说他们日期上不一样。感恩节是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中秋节是农历8月15号。请你录音说说庆祝中秋节和感恩节是谁庆祝？和什么国家庆祝中秋节？什么国家庆祝感恩节？中国人庆祝中秋节，美国人庆祝感恩节。对，很好。什么国家？日本、中国、韩国、
庆祝中秋节，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庆祝感恩节。请你用笔画一画中秋节和感恩节孩子们做的不同的东西。做完了吗？这个就是中秋节和感恩节孩子们做的不同的东西。你有问题吗？我没有。你没有问题。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你说说中秋节和感恩节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传统，他们有什么传统？中秋节。对，中秋节什么传统？感恩节什么传统？中秋节的传统是吃月饼、圆满。对。感恩节的传统，家人们一起吃晚饭。嗯，很好。中秋节家人一起赏月。哎，对，非常好。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了比较中秋节和感恩节不一样的地方和一样的地方，你懂吗？懂。你有问题吗？我没有。In this video activity, Miss Huang created quite a few activities on Nearpod to engage the students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tasks. Also, the teacher combined and organized these tasks so well that the contents and language expectations increased gradually.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online teaching. Students need guidance and support to help them stay focused. I think the tasks used for this activity would also work well for other themes and in classes with more students. That's all for this activity.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